好，来到24次周赛，我直接轮空一轮，第二轮对小尼特的耶尔杜莎。这是可以，能上墙吗？哦，可以，圆通哦。好痛哦！死了死了死了！不是很敢再抢，直接冲进来。放个圆，这个，放个这个。三层了吧？拉满。来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无所谓。哎，他却反了。啊，是，可以。早知道不抓他那一下，他直接自己却反了。他应该知道我想 BA。哦呦，反应这么激烈！早知道用血 A 打这个拆头了。牛啊，小尼特！那确实，我伤害多也不是特别强。打地龙嘛，就怕地龙凹那个嘴叉，就是卡这个距离，哎，就怕他熬这个，没办法。或许不应该拼跟他拼最后一把，抓到，
没有对空出来，没有关系，不会死吧！我操！ 还行，差得远，还差得远呢。OK， 红血，伤害正好够，而且进。 进这个动画之前是没有，对方是没有惊鸿的。小爱多放波人，确实确实，弹幕机。 看一下啊，刚刚没有注意到对方竟然是，我刚刚是没有注意到对方直接用的是裂空座，所以被摆了一刀。 踩脚尖，连盾没连好，没有关系。我操！敢直接投我！ 哈喽，这丫头啊，就有点过分了。啊，就这个招比较烦。 还行还行，大招打到有效。用剩下的时间再攒能量吧。沙耶朵这个角色需要用冥想来强化自己。我啊，我都没放波，他也要用这招，就有点离谱。 太烦了，沙耶朵主要是跳不掉龙五 I 之后的。
怎么会投呢？可恶啊！哇！捅掉！行吧。啊，输了！输了小孩。